孩子们喜欢到处移动。在这个游戏中，您可以帮助他们学习位置。您可以选一个大的物件，像是凳子，并问孩子：你可以坐在凳子上吗？然后您可以说：现在站在凳子的旁边，或是站在凳子前面。您可以继续要求他们移动去不同的位置，像是后面、下面、左面或右面。这个游戏帮助孩子了解他们与身边物件的位置关系。